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我被西瓜视频选中拍元旦大片了哦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工，拍短视频呢，慢慢的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真的是很高兴了哈。明天拍摄组的就要过来，今天晚上呢早点睡休息。你跟老板说没有？说好了啊，同意了的哦。我那么懒叫我来拍视频，管他的哦，睡觉了反正。心情还是有点紧张啊。有啥子可紧张的哦？哎呀，管他睡了，明天再说。把安全带带好。Thank you.